我们要了解以无所得故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把矛盾跟不矛盾当中做了一个统合。本基金会现阶段积极推动之会务为佛学讲座、念佛共修、禅修教导与实践身心灵健康教育，与辅导老病及临终关怀。另本会备有印可法师讲经弘法等课程之 DVD 光碟片及法宝免费结缘，联络电话04-2242-2002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，阿弥陀佛。